2019年10月16日18时40分许，接获110通报，有人在超商内偷拍女子裙底风光，随即调派巡逻员警前往现场。到场时发现该涉嫌偷拍男子夜已被见义勇为的黄姓民众及超商店员勒令制服。经从该嫌身上取出用于偷拍之手机，检视手机内容存有刚遭偷拍女子裙底的相关影像，本案于调查完毕后即依法就办。